为了保证品质，熊哥在距离市区几十千米外的山村承包山地自己养鸡。咱这现在去干嘛呢？现在去捉鸡。捉鸡？对。那拿个筐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边的鸡在山上跑，徒手抓容易摔，所以得用到这筐啊。对，用米粒诱饵，再把这个竹筐给它架好。啊，这个还真的跟这个抓麻雀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嗯，对。这鸡能进来吗？能，里面有吃的，它肯定要进来。一会儿呢，我们一拉这个绳子，这一倒，直接就把这个鸡扣到这里。对对对，预想的是很完美的啊，不过能不能抓到看运气。熊哥说，这种抓鸡方式其实是他小时候抓麻雀的办法，如今用来抓鸡，也算是带着孩子体验一把自己儿时的童趣。来了来了，看鸡来了，鸡来了，来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杨仔，啊，看看，哇，真抓住了，哇，拿出来，哎呦呦呦呦，这是比较大。这鸡哇这么活泛，什么品种的鸡这是？这是我们当地的乌皮跑山鸡，你看这皮，皮是有点发乌是吧？这种鸡是最好的，这种鸡肯定好吃，经常跑山嘛，然后肉质比较紧实。熊哥养殖的跑山鸡学名乌皮小香鸡，这种鸡的肉质极其细嫩，是当地人非常青睐的鸡肉品种。